大家好，应好多朋友的要求啊，要学习画牡丹。画牡丹的方法呢有好多种，今天呢我就用我的方法来画一张牡丹，大家可以看看，大家学习。因为牡丹是国花，咱们可以练练。今天画一张国色天香，先把牡丹花头画，笔蘸白粉，尖儿属红。画花，先把花心儿包。花瓣画法皴着形，外围花瓣多变化，参差不齐，层次明，不可方圆和对称。花心儿要用胭脂三绿染，浓墨画好枝和茎，叶为掌状三裂形。嫩叶绿色来画好，半干浓墨勾叶金，胭脂叶金染嫩叶儿，花青来把竹叶画，配衬构图需要它。花蕊白粉藤黄画，国色天香就完成。喜欢点赞加点评。这张画呢咱们就画完了。画完了呢，就是首先来说呀，先把这花心包上，先包好花心，完了以后笔蘸，先蘸白粉，完了以后尖上蘸曙红，这样一点一点皴出来，皴出来花瓣不能一边长一边大，就是不能一样。这样呢就是这个，这半开的，这半开的，这也是半开的。这样呢完了以后再就拿那个淡墨画叶子，这个叶子画出来以后吧，半干的时候就画叶金，把叶金勾好，完了配上这个竹子，配上竹子呢这画就比较丰满了。这个方法呢是我的方法，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，互相交流嘛。